王不见王了哈，不见王，谁？永远不见面的。我跟谁？郭哥啊，郭子乾。我怎么可能跟一个尘土比有差的人有心结呢？心结就在这个节目展现出来了。伟哥有，他有运动细胞，那马姐你有？对呀，我也是有运动细胞，放鸽子的细胞，还有耍赖的细胞，为了赖皮的细胞，真的，pose就厉害了。对呀，缴获的细胞，了不起，过时了不起，对不对？你现在谁？一样，怎么样？好吃哎。 今天这样，伪装会很成功吗？他伪装成绝对看不出来，早就找不到。十面埋伏，十面埋伏，太难了，真的吗？少年接力赛，不是刚跟我说十面埋伏吗？没有，来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太晚了，太晚了，伪装成京城，我那么瞎。今天这个样子，应该就输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要今天埋伏我的士气很低。好，不要多说了，我们解散了啊！解散，解散。旗开得胜，超级奖猛单元。 接力赛，这回合的比赛场地是位于台北市的捷运地下街里面呢，在全长500公尺的赛程里面设有4道关卡，比赛的两队以4人接力的方式进行比赛哟。在每一关卡皆需依照规定完成指定动作，成功过关才能够将接力棒交给下一位的队友，跑向下一关。 如果未能过关，除了受到砸牌处罚之外嘞，哎呦，还得跑回上一关呐。而上一关的队友则必须重复指定动作，如此不断的比赛，最快抵达终点的一队就可以获得奖金50000元。现在士气如虹的主持人队和前来挑战的特别来宾队。 经过一番战略分析以及沙盘推演之后，依照各自队员的擅长项目，分别排出了最坚强的黄金阵容啊！小猪队排出的棒次分别是第一棒何玉文，第二棒孙杰志，第三棒罗志祥，第四棒季平。而小美队所排出的棒次则是第一棒马维新。 第二棒胡凯欣，第三棒陈维明，第4棒 BOSS。这一场龙争虎斗、竞争激烈的第15届少年接力赛现在正式开跑。 何宇文和马维新冲向第一关去了，在第一关尖牙利嘴，参赛选手必须将一根玉米啃得一干二净，就可以交棒给第二棒的队友。来来，宇文快！何宇文，当今天下最会吃东西的女艺人就是何宇文了。何宇文曾经吞过35颗鸡蛋，以及4000 CC 的水，外加80%还有呢，非常惊人的什么东西啊？你干嘛打人家你？我说你过2号，你干净点，过2号不好。你要过我那第1号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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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何宇文加油！我希望我不要有癌。马姐厉害哦，马姐。不然对不起。马姐因为接了婚之后也没有钱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只能靠这个通告的时候啊，吃一下那个游戏的东西这样。 对，我怕我会再回来怎么办？好了，好了，那我可以走了。这种波我应该要踹哦。加油啦，这样过了这样，过了吗？过了吗？ 现在孙协志紧追在胡凯欣之后，跑向第2关呐！在第2关，王牌投手参赛选手必须用球丢向3公尺远的罐头，并且要一球就将叠高罐头全部击倒才算过关。
就可以将地棒交给下一位队友，好像第三关了。如果无法一球将跌高的罐头全部击倒，则大败处罚，并且要跑回第一关哦。我来了，哎，快点，快点，放开他，快点，走走走。当今天下有哪位女艺人可以吞35颗鸡蛋，外加4-5千cc 的水，还有怎么逗他们笑？没有逗他们笑，好不好？但马姐因为结了婚之后啊，家里的生计也非常惨。完了，马姐，完了。大哥，马姐，马目前两队都再度跑向第二关挑战，在难度颇高的第二关，孙杰志和胡凯欣到底谁能够率先挑战成功，为自己的队伍取得领先的优势呢？先冷静，冷静，先冷静再丢，先冷静再丢。下跳，下跳，好，下。加油，学士！棒球高手孙学士准备投出。你笑什么笑啊你？哎呀，姿势一摆，力道十足的孙学士，可惜没有丢中罐头的中心点，而无法打出全道，惨遭大败。我们再来看看胡凯欣这边的表现吧。好烂啊！这两关大概要玩10次以上。现在两队人马在第二关都惨遭花铁炉，而得再回到第一关继续努力，继续奋斗。哥哥，这个鞋子，这个鞋子，这个鞋子，这个你要不要吹？拿玉米锤，你把玉米锤我头锤断了。队长，我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队长，我要吐。喂，拿着，拿着，拍哥不赢你。你这样吃，吃到天亮也吃不完呢。快快快，加油！来，练一练。又让人吃来了。天生不快。加油加油，喂喂。加油加油。国家的未来就全靠你了，好不好？喂。你很脏哎你！
过比个赛嘛，要一定要搞得这样吗？难度的挑战哦！加油！原因，这些智这一球竟然丢了一个大爆头，就连罐头都没有碰到，又一次的失败了。我们再来看看胡凯欣有何表现吧。怎么样？你以为录影像这样就没辙了？前面就这样持续十分钟，你这罐弄好久了，从头都是你的画面，我们都没有画面。目前状况陷入焦灼喽，两队人马受困于第二关的难度无法突破，只好再退回第一关。奇怪，这一关永远都过不了。凯欣老是过不了关，决定和胡凯欣交换棒子了。而另外一边，亚洲狮王黑丸则施展他能吃的本事，卖力的啃定四只玉米喽。加油加油！有那么难打吗？孙协志，很难打吗？很难打啊！他击到那个太难。怎么会难倒？为什么会难倒？是要打那个点吗？对啊，因为不到那个点不会全倒。他会给你空出来那个点吗？没有人，没有啊。赶快赶快，加油加油！我可以稳住架哦。好，过来过来，快！又来了。我没事，我跟你们有仇。
我把他咬下去。对，剩下一点，替我咬下去。好，这边，快，十根啊！好，来，热热热，过来。柯几根？你说话啊！十根哦。一个综艺节目你要弄成这样吗？恶心巴拉的，你快点。我去。好，你忙你的，忙你的。准备，吴凯欣，你不要跑，你跑会变丑的，你知道吗？吴凯欣不可以这样，好不好？要好好保护自己，你不要到时候跟马妞一样糟糕了，你知道吗？吴凯欣，加油！吴凯欣，加油！吴凯欣，吴凯欣，吴凯欣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马维西来第二关挑战也没好到哪里嘛，哎呦，一样还是得回到第一关。好好来。哦，被人家咬在嘴里的玉米喷到，这滋味。真的帮他吃好了。我是主啊，马姐，马姐以后，你等什么啊？你等什么？切角球，切角球，对，保龄球，对不对？对，保一三号，保一三号，错，一七号，一七号，来了，来，我跟你讲吧，来，收工，收工，收工，来，下一关，下一关，下一关，哎。经过多次挑战，并且在罗志祥从旁指导下，终于投出漂亮的一球，而成功过关，可以向第三关迈进喽。再来看看，又来到第二关挑战的马维西，是不是也有孙协志的运气呢？已经答对了，他站斜角，有道理啊，斜的切过去，他站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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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站斜的，慢慢来，那站斜，站斜的，你会不会站斜的？想哪里？加油，加油！哎哎哎哎！拍，牛拍，牛拍！你终于证明你不是笨蛋，好好好，可以了，可以，下一关，下一关，你赶快，下一关，快，快，是我啦，是我啦！哎，你怎么那么笨啊？哎呀，真是遇强则强，遇弱则弱哟！没想到马维新在孙协志之后也投出一球 strike， 击倒了所有的罐头，让陈维明紧追在罗志祥之后，也挺进第三关挑战啦！在第三关晕头转向，参赛选手在一分钟的时间限制之内，必须原地绕圈旋转十圈之后，然后跑向5公尺远的终点，拿起气球，并将气球吹爆，计算过关，就可以交棒给下一位的队友，跑向下一关。如果在一分钟之内无法吹爆气球，则大派处罚，而且还要跑回上一关呢。在这一关率先抵达的罗志祥能够顺利过关，继续保持领先吗？法力逼迫。
条王，这条王。还有三十秒。还有三十秒。哎，美丽山。战况是小猪队继续保持领先，在第三关挑战成功，向第四关迈进了。而小美队的陈为民则由第二关跑到第三关挑战了。陈为民在第三关，他是不是也能够顺利过关嘞？但是却也幸运地拿到一个较小的气球，而在倒数计时声中吹爆气球，而顺利交棒给 BOSS 跑向第四关了。在第四关，万能的天神参赛选手必须在一分钟的时间限制之下，一边跳绳一边脱下自己的鞋子和袜子，并且不能绊到绳子才算过关哦，就可以冲向终点了。如果在时间之内不能够脱下鞋子、袜子，或是绊到绳子而停下来的话，则遭派处罚，并且还要跑回上一关呢。在这一关，曾经是蓝洋舞蹈团成员的激情，他能不能一鼓作气顺利挑战成功呢？超前了激情，率先跑回第一三关喽！哎，快了，快了，男的快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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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Yeah.
脸苏朗姆苏丁啊，卯足了全劲儿，超越 BOSS， 奋力向第四关跑去啦！继续。剧情还在喘气儿的时候 ，BOSS 也跑到第四关，毫不迟疑的马上挑战喽！加油！BOSS 这一次为了抢快反而坏事，又一次惨遭失败的命运，而要回到第三关了。快来看看喘过气儿的季晴，他是不是能够过关嘞？季晴明明不会吹气球，你居然还跟他交换棒子！哎呀，这分明是干鬼加油多干掉的娃啦！先把气调顺，不要拉，不要拉，要不然就没有气了。不要拉，不要拉，拉有弹性，它就不容易破。你要让它保持脆，对，脆，加油，快点，糯米糕，为了你将来结婚的幸福，收到。为了你可以维持安全的生育计划，加油，加油，喂，十，加油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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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五，加油，四，三，加油，五，一，加油。果不其然呐，不会吹气球的季晴不出所料，无法过关，现在必须倒退回第二关了。而小美队的 BOSS 现在则又一次跑向第四关挑战啦。BOSS 能不能把握这一次绝佳的机会，成功过关，赢得50,000元奖金呢？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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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
要。你要叫我，你又没叫我追气球。叫小钟教你们追啊。好了，不要闹了，过关。烦了你。快点。对吧？他们现在越来越狠，连压带磨这样过。够够够够够！让我休息一下，吃麦表。现在的战况是小猪队节节败退，竟然一路倒退回到第一关去喽。而小美队则依旧保持优势，在第三关奋斗呢。哇，你去给我看！预备，大家开始，看不到，开始，不要重要吗？啊，重要吗？你脑子现在用来点击还重要吗？你，现在陈为民也和 BOSS 交换棒子了，这一次会不会发生和罗志祥那一对一样的惨剧而过不了关呢？谈判金国神算了，好了，预备，完成，一定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借过一下，还有十秒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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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用力撑，用力撑。BOSS， 不要光用嘴，做事情要用脑子，脑子，脑子。走走走走走走！快快快！快动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不要抢我！对呀，对，你为什么抢我镜头呢？你不是，你前面先不要下来，你给我解释为什么？你里面的钱出这样子，你里面的金钱就是，不是，不是，我错了，我从开录到现在，很多观众还不知道我来过这个节目，是吗？这边要抢我镜头，快点！时间给你，时间给你。你怎么回来？好了，换你们。何宇文万也没想到这些只会再回到第一关，哎呦，害得他又得啃下第五根玉米喽！加油加油，宇文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哦，你吃快点，你还有时间骂人哦。哎，你很脏哎，你很脏哎，你很脏哎，你。太可恶了！脏死了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说。好恶你！哦，可以这样砸的哟啦！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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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了，你赶快吃完了。很狠的你，呆狼种。大家怎么脱鞋？下个礼拜再该教大家怎么样能够脱袜子。拜拜拜拜！干嘛？脱鞋干嘛？等一下，我先把外套给等一下。
好，高腰按住你。接力棒，你们接力棒。告诉你，千万不要学任何语文。脏死人那个女人啊，就那一口玉米。哎呀，那你三颗星的是玉米粒，她上一集最小那个小猪是玉米浆。他很恶心耶，他还想干嘛哈、啊？下次哦，第一关。对，这是有深度的节目，好不好？逼，好来。棒球队的，好不好？棒球队的，全没打。慢慢的哦，慢慢的。你看他。这一次他能够鼓足最后的一口气顺利过关成功吗？可以出现了，还有30秒，30秒，还有30秒，加油加油，休息走一个月。奇怪，为什么别人日本人来开智能会就好，你要推秀全弄成这个样子？突然觉得讲不出什么话来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们照原本的规矩，你到第三关去，好，好不好？所以我先帮你转，好，我先要逼身的，快点，开始，小哥，罗志祥这一次总算头脑清醒了，不再叫季晴追气球，只是在这一关他必须加快速度，才有办法让季晴追赶得上陈悲鸣啊！你们俩，行，你们俩。快！没有用！快点！还有30秒，加油！老公加油！还剩几秒啊？快点啊你！快点！10秒。他等你哦。现在也快速飞奔跑向第四关了，而另外一方面，陈为民虽然早一步抵达第四关，哎呀，但是似乎也已经略显体力不济喽。Thank you.
小梅，小梅，小梅。好多，哎，哎，哎，你为什么比我好多？少年之气，红梅，我们要赢了，长生君是属于我们的。好的，弟，留在九寨金球。长剑是属于我们的呀！我是属于你长胜军啦！我要回去冠军啦！我要回去冠军久一点哈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们永远是属我们的。那是冠军，那个随便，那什么，反正我们是男女名的，日本人嘛。对呀，日本人嘛。对啊，你看好珍珠港的，告诉你们要放珍珠港的船啊！所以好，我告诉你，男女名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再也不参加你们的性派对，走！我下次我不要让你们。